家里有老人家的可以来听听我的故事。我是露玛，那公司呢最近呢主办了一个把爱分享出去呢，让我来告诉大家，我也想把我的故事分享出去。那我呢最想分享就是我家的床垫，就是负电位床垫。那大家都知道哈，我是一个喜欢去旅游、去游玩，然后也喜欢出外做工。那床垫呢，在这时候呢，就让我怎么样，可以每天回来呢，回来睡觉的时候呢，帮我做修复，帮我把我细胞呢重整，那可以让我怎么样，让我每天的扎实电哈，就我们手，就好像我们的手机，当我们的手机用完电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扎实电一样？当我做完工回来呢，我就喜欢躺在我们家床垫呢，因为它可以让我呢怎么样？修复我的细胞，帮我充电回来。那很多人告诉我，哎，你家床垫啊，我不需要，是因为我太好睡了，我不需要床垫帮助我睡眠。那你就错了，因为呢，床垫啊，当你睡觉的时候呢，它是一边是怎么样？我们说睡觉是睡美容觉嘛。那这床垫呢，可以让我怎么样？同时修复我的细胞，帮我充电回来，还同时呢，可以让我呢代谢掉我每一天我吃的东西，或者我的一些酸性的一些不好的体质，它帮我排泄出去，所以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。那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，我的家人的故事。我用了好，我当然是买给我爸爸妈妈。那我爸爸呢，他就在这一个去年的时候，他开了刀，他的伤口呢就有一个很大洞。那他大洞的同时呢，我就去问了一个医生的一个句话：医生，这个伤口要多久好？要怎么做？那个医生只是说呢，伤口呢是它会慢慢的复原，就要看你自身的免疫力跟你的修复能力。那在这同时呢，我给我爸睡上了我的床垫。那我爸睡的床垫呢，它就是帮他的整个细胞，它里面的切除的组织呢重整上来呢，它只是短短的哈、哦、一个月里面把整个的那个细胞跟它都长了出来。那我爸是一个80岁的一个老人家哈、啊，我就去问了医生，医生他动了这个手术，开了这么大动的一个切除哈、哦，他需要做什么保养吗？那医生只是给一个3天的止痛药而已，然后医生说呢，接下来就靠自己的修复力，自己的免疫力，给他自己的慢慢的修复回来。我们啊开刀最怕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伤口啊，它中了细菌感染。那我爸你看啊，他睡了这个床垫呢，刚开始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越睡越睡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的皮肤的细胞慢慢的长起来，你看他的细胞哦，长成一个眼睛完全的修复好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看到在我爸的身上呢，他的整个修复的功能很棒，然后让我们的皮肤组织的重生也很棒，让他整个精神呢越来越好。这个今天就是我要分享给大家，床垫呢不一定是你睡觉很好就不需要它，它同时啊，原来它可以做到修复，提高你免疫力，还可以做什么呀？让我们细胞重生。OK， 那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这个故事。希望呢，这床垫呢，可以给大家呢带来更好的身体健康，更好的修复能力，更好的免疫系统，让我们呢越来越健康。